您好，请您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今天晚上我们举行的这个活动好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加大福建华联总会主席郑启辉。今天晚上在这里华丽宫举办了我们福建乡亲的一个盛会，也就是我们加大福建华联总会15周年庆，以及还有我们的新民基金会的彩票发行的庆功晚宴。加大福建华联总会是在这里已经多年的一个晚会，所以我们的乡亲在这里遍地的各行各业，我们今天已经即将会带来了300多个人的乡亲到来，以及有十几个议员已经答应我们一会儿就来我们现场，同时我们国内的我们的省侨联、省侨办都发来纷纷发来的贺信，等一会儿会在我们的晚会上面会播出这些事。你说一下这个慈善活动的内容。OK。这个慈善活动，那我你讲讲。快接着讲。好，慈善彩票是我们这次华人里面，第一个取得了这个慈善的彩票。我们这次意义非常重大，我们的这个彩票由我们专业的团队，执行，团队在负责这件事情。然后彩票的意义，我们会在等一会儿晚会上面，我们的负责人会对这些彩票进行的解释，以及抽奖的时间会告诉大家。谢谢。好，谢谢郑总今天的介绍，非常感谢。我们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，谢谢您。谢谢。